因为从泰国回来才一年多，我身体不断在胖，因为我没有节制的在吃，我已经没有意识到一下子胖得那么快，所以我的尿酸问题发生在我身上。然后尿酸其实你可以把它当作是风湿吧，它一来的时候就是我至少三四天走路不行了，好像真的是少了一只脚，就是这样子很痛的在走。然后刚好有一次发生的时候，是我刚好早上在做练习，我就直接因为他就在我旁边，我就这样子放下去。然后那天你本是要做瑜伽的，我也没有做了，就这样子放上去20分钟。我发现他那个痛比起平时哈、少了58天，才20分钟。然后我就快快跑去楼下，这样子瘸着脚跑去楼下，就抓了我的朋友的，不懂是谁的，就四排一起排，双手双脚的在做。一个小时，不到一个小时了，就是差不多是40分钟了。我起来的时候发现到我身上那个痛还在，我就以为说大致上是调到这样，我也很满意了。因为平时这样子的情况之下，我是不能走的。然后我就去做我其他的东西，就做的当了，我发现到那个痛突然间不见，突然发觉怎么没有痛了。那我再注意看一下时间，我不能很肯定，大致上就是在那个两小时里面。那个痛减轻到我没有发觉到那个疼痛，还有稍微一点，可是我只察觉到完全，一直到当天晚上，没有超过早上到晚上接近黄昏的时候，我发觉到那个痛完全是180消失，这让我非常惊讶。如果平时的尿酸发作，至少会缠到我3到4天，可是我就是这样子做而已，它真的不见了。所以我一直跟我身边的朋友分享，我很大胆的跟他们说，公司不敢保证，我的名字叫楚海，我楚海保证，只要你买，你身上任何朋友或者是你身上有尿酸，我绝对敢担保，尿酸风湿你用没有效果你找我，我一定来到你面前，不会怕。所以这一点是我很深的体验。也就是因为发现到这一个，我更加很 excited 了，一直要去跟人家分享，因为真的太好了，我没有想到它有这样的疗效。另外一个就是我妈妈，因为我妈妈很老心动物病，我也很担心哦，所以我身上的钱不多，可是我还是很坚持的买了一台，这个米莲 A 跟上一代的 A 维他命，让我妈妈用。那我妈妈也骗着我，问她有没有放手啊，就有。因为问题是有，问了5次也是有，其实他骗我，可是很奇怪，2个月哦，就是后来我证实他没有了，当然是题外话。我发现到这2个月里面，他的头发有白的，慢慢有黑，越来越黑的迹象。我开始看到的时候我不肯定，我拍了一张照片，然后3个礼拜后我再拍了一张照片，我做了比较，真的变黑。他没有放手。只是他在他的生活空间，他多数在那个房间嘛，因为他行动不便，在房间多，就这样子，他头发变黑。然后另外一个他发现的，他告诉我，他手上的那些老人斑少，或者是变小，很明显，明显到我妈妈发觉的时候跑来跟我讲。所以今天他有没有放手？他今天很快会放手。好，这是我本身的见证啊。那接下来呢，原本我们有一个。